电视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超峰寺的主持莲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今日介绍来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第105集，这集我先讲咧讲《楞严经》的第3卷。经文来讲，不得精气血发心啊，楞严咒头啊。讲听佛讲这个《楞严经》，会当明心见性，证到迄个真心实性啊！不得精气，就是讲唔免经过经历迄个阿精气劫、三大阿精气劫，会当证到迄个发性真心啦，这阿精气呢？咱普通讲要成佛，爱修经历三大阿精气劫。阿精气，印度话翻译就是讲无量寿劫啦。迄当下会使讲无办法去计数。迄劫在中真长的时间。咱学佛吼，最初发菩提心。开始向菩萨道去，寻求佛道啦，修心养性，修正这智慧，达到自觉，明心见性嘞，佮再来就是爱。念众生苦，起大悲心，去教化众生，
救度众生，迄个都觉他、利他啊，这就是咧修福德。所以要成佛，爱修两款：自觉修智慧，觉他修福德。哎，两行拢圆满，叫做两足尊啊，成佛称啊，做讲皈依佛两足尊。两足不是讲两只脚哈，是两行拢具足圆满。嗯，菩萨各位呢，从初发心到迄个成佛呢，有所谓52位啦。第一最初实信，过来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这叫做阿弥陀佛的菩萨，阿弥证得圣果。到十地呢，他证得圣果，他叫做圣位的菩萨。圣位的菩萨，他会使称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啦。菩萨51位正到上观，或者定觉，搁起来妙觉。定觉就是讲用尾含佛平等啊，差些可安尼，搁起来妙觉就是佛啦。啊，咱一般讲十地菩萨呢，就是欢喜地、离苦地、发光地、严慧地、难性地、严正地、反省地、不动地，到不动地才第二阿僧祇劫啦。啊，头前显微是第一阿僧祇劫，啊，初地到这个反省地呢，就是第二阿僧祇劫嘛。啊，搁起来第八不动地开始，搁起来，善慧地、法昏地，到这定觉地。这个叫这到第三阿僧祇劫，这个开悟呢，我禅宗讲得智人心，见性成佛，那是从自觉来讲啊，见性。顿悟则紧着成佛，但是那个修福德呢，就是爱经过拄啊遐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啊，积福德，他做两足尊啊。但是啊，断烦恼的。见思惑、见三惑、无明惑，救度众生呢？这都要经历这个，做真久的时间啦，这三大阿僧祇劫啦。所以，爱无明惑、定沙惑呢，不是，一个开悟就拢断啦。开悟只是断那见思惑，惑就是烦恼啦。
那烦恼较深深重的，啊，都定沙些个，那个较深啊，根本无明，无明些，迄个较辛苦带当管。经文搁在讲啊，愿今得果成宝王啊，阿兰尊者啊，搁讲讲讲，愿就是但愿，我今仔日吼，会当听到楞严经，就证得成果吼，啊，成宝王就是成佛，证得这个福报。福报的各位，经文搁在讲，凡道如是行沙众，我唔是干那家己要证成果呢，我搁回头转来这个世间苦海六道中吼，要搁过来救度众生啊。嗯，唔敢敢那自私自利啦，所以宽度就是讲，搁等下世间，搁救度众生，度偌济像行好沙众，众生六道众生无量无边啊，这个像行好沙，现济啦。我去印度，哦，然后去恒河天尊啊，去恒河吼，哦，有够快，印度上大的河，伊个源流是为迄喜马拉雅山遐流出来，那个沙吼加油啦，油甲像迄个米粉安尼，会金金细细，会闪光，真侪人拢往干啊种种一寡当个纪念。所以佛讲经拢伫这恒河两边吼，迄阵大细国几啊十国伫遐两边，恒河两岸讲经，若见讲到咧数量真济，就讲伫坐到像迄恒河沙，一粒沙一个世界，一粒沙一个世界，啊，都恒河沙世界，啊，啊众生嘛，坐到像恒河沙，嗯。表示真多啦，十方世界啊，无量无边，就像恒河沙，一粒沙一个世界。咱即卖科学嘛是证明讲吼，咱即恒河，咱即银河啊，伊外澳足侪银河，咱即恒星。遮侪恒星边啊，遮侪恒星啊，遮侪卫星。迄恒星几千万亿粒啊！迄恒河沙世界啊，无量无边。这众生为什么呐？这众生呢？就是讲，咱这众生吼，就是。真济心灵啊，心灵啊，都众多的心灵，而且伫个六道中吼，死了个生，死了个生，所以说啊，做讲众生，一个生死，哎，因为是，迄众生哦，迄身体是由五蕴所组合成。五蕴就是众生的身心啦。我这色受想行识，色就是即看得到的色体身体啦。受就是精神上有一款感受，快乐痛苦的感受啦。想就是讲会胡思乱想。
想长，会想未来，会梦想，想好想歹，色受想行行，就是有迄志气、志行，迄、那个志，迄、那个意向，会指示你个脚手要去做啥，最后做行啊。啊色最后迄色和头前个色无共，色是头前迄色是色心个色。以这个物质看到的身体、四大加合的，上尾迄色是人色个色，意色就是指精神作用啦。啊，所以八色，目睭会看做眼色，耳孔会听做耳色，鼻孔鼻芳草鼻色。只知影咸个甜个吼，即色色身体吼，无知影即甜个软个吼，即新色。啊，最后啊，第六意色，佮较深入个第七色，无那色，乌来个色，乌来个色是根本色个。众生死了，佮去轮回就是乌来个色去轮回啊。所以众生就是即、這个。物质啊，诶，身体啊，咩精神合起来做五蕴加合啦，哈，四大皆空。啊，这众生都是足济合起来。啊，众生呢，伊六道中起色作业。起迄个是起贪嗔痴烦恼，啊，着去做迄个恶业，啊，杀盗淫妄，啊，做了恶业的因呢，就会感恶业的果，就会去六道轮回生死受苦，感恶果去受果报啦，啊，所以听当遐迄个苦，迄个苦当遐轮回，迄个就是烦恼，起烦恼。啊，做恶业，啊，做恶业就感迄个苦果，所以就迄个苦，迄个苦安尼，等下轮回哈。这个众生呢，印度话啊，做萨埵啦，菩萨讲啊，做萨埵，菩提萨埵，鸠摩罗什观力啊，做众生啦。啊，新约迄个唐三藏翻译叫做觉，或者幽静啦。幽静呢，就是讲众生拢有迄个心，有迄个心情、精神作用。所以众生就是幽静，幽静就是众生，哈，爱知影。啊，菩萨这觉幽静，就是讲。菩萨伊原是众生，但是伊是求觉个阮幽静，求觉个众生，哎，所以做菩提萨埵。哎，众生心内拢有咧情感啦，精神作用啦，有这几多情爱啊，所以做幽静啊。啊，有当称啊，做含色，含色呢？含色就是讲众生心内含有一款精神作用，色就是人色。会知影这乌白红的，知影这人声狗声，啊，做含色啊。啊，是称啊做含灵，啊是群星，伊拢是。含有这个心识，所以叫做含灵众生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我在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拢甲翻译白话，到今已经翻译148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归原本全台湾，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去结连。啊，那是在地技术随意做，因都有寄好。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销毁了卡套。
安遮喏一点收集都拢应景送物的卖，啊，急济急难，搁伫两台电视咧放发，办一个佛学主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将女将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。俺家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三百吨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是清朝台湾地府净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，让我家己嘛得到一大灵感。哎，正十年前我人无过陷害，啊，从地方翻译到最高翻译。已经看我死蛮无罪，还佫要继续甲我上诉。啊，我恳求观世菩萨讲爱甲斗化解。有一人就梦见观世菩萨来我头壳顶甲休甘露水，果然无偌久吼，最高法院就将伊个上诉甲驳回啦。讲你，到即马也提袂出人证物证，啊。无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，到这为止。安尼，呾三审定谳，令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甲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严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三百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译印白话经册九十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方寺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零到六岁是儿童发展的黄金关键期。卫生福利部113年7月1日起，全面由医师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儿童发展筛检服务。及早发现疑似发展迟缓儿童，让有需要的孩子能在健康照护与家庭呵护下长大。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，掌握疗愈契机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。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。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。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。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
时至今日，寺院每年在农历元月九日都要举行供佛斋天法会，诵经礼忏，施舍进食，以供养十方三宝、护法天神、天降的24位代表及其随从。佛教徒虽不皈依诸天，然礼敬诸天，这是因为诸天归命佛，且奉行正法，修诸善业，不作恶业之缘故。明代开始设立奉制。24诸天，指的是佛教的护法诸神，又可称为诸天鬼神。自古列16天下，各有所主，以其有护佑佛法的大能。后来又增设日神、月神、梭羯龙王及阎摩罗王，因日可破案，月可照夜，龙则密藏法宝，阎摩掌管幽冥，故加此四为20天。24诸天通常供奉于大雄宝殿东西两侧，他们的依奉次序是：功德天、辩才天、大梵天王、地势天、四大天王、东方持国天王、南方增长天王、西方广目天王、北方多闻天王、日天、月天、金刚密集力士、摩西首罗天、散支大将、韦陀天、监牢地神、菩提树神、鬼子母、魔力之天、梭羯罗龙王、阎摩罗王。以上20天来源于《金光明经》鬼神品。景大罗王、紫薇大帝、东岳大帝、雷神。现将24诸天顺次介绍如下：一、功德天。功德天即吉祥天女，音译为摩诃势力。势力有何意？功德和吉祥合起来就是大功德或大吉祥。大功德天在吠陀时代就受到信奉，为婆罗门教的天神，而在佛教中，他成了毗沙门天的妻子或妹妹，其父为德叉迦，母为鬼子母神。以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记载，他住于北方毗沙门天王所居之柴城。据该经所述，大功德天在前生种下许多善根，只要今世之人念此天女的名称并供奉，即可以其功德使祈愿的人五谷丰收、财宝充足，一切衣食皆可满足。随着《金光明经》的普及，人们对于功德天的信仰也日渐兴盛。大吉祥天女12名号经还记载，她有12个名号：吉庆、吉祥莲花、严氏、聚财、白色、大明称、莲花眼、大光耀、施食者、施饮者、宝光、大吉祥。信徒若能够受持读诵这12个名号，并如法修习供养，就能够消除贫穷业障，得到富贵。其虽为天女，但却有初地菩萨的正量，为度众生而现天女形。据《陀罗尼集经》记载，形象身白天人像，头戴花冠，左手拿如意宝珠，右手结施无畏印。大吉祥天女咒是早晚课诵集中10小咒之一，念诵此咒语可以使修行者克服经济上的困难，并能早成正果。佛教专门以他为本尊做攘灾招福的法会，这种法会被称为吉祥忏过法。